们辖区的那个雾峰朝阳科技大学哈，那之前曾经有许多的学生来这边消费，而且停留的时间也比较长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特别针对这个部分来去做大范围的一个消毒。这个消毒的范围包括整个东协广场的周边的环境，那特别是常驻那个当初的学生停留比较据点，他可能来这边做集合的地方，我们都全面的一个消毒。那我们消毒做得非常的仔细，也特别提醒同仁，针对任何民众可能所去触摸到的地方、身体会去碰触到的地方，都特别去做加强。